吴奕坤近日出席活动，早前他就分享散叫冻柠茶潮闻，亦述当年参加超级巨星的时候，见到有人在餐厅只是叫了一杯冻柠茶而觉得很震惊。坤哥受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是攞过综援的家庭，都讲过啦，单亲家庭啊，同埋即系攞综援长大啦，咁其实都持续了大概八至十年到啦，咁所以嗰阵时知道了生活的一个嘅困难啦，導致咗而家嘅都會使錢嘅觀念都會比較該使則使啦。至於被問到想唔想生翻個，坤哥表示要有合適嘅時機。最近都有食飯時候佢提出下嘅，咁就係、是、但係都我都係同翻大家答大家一樣啦，即係我諗真係要啲時間去安排嘅，因為而家其實。即係而家，尤其是嗰個工作模式，可能好多喺時間喺內地啦，或者喺外地啦，咁所以就都好難去話點樣去有個好舒適嘅環境去做呢件事情。